现在我们要去国潮音乐节彩排的现场，然后现在是12:40，今天的晚上7:40就是我登台的时间，有点紧张，但希望一切顺利，希望明天不下雨，因为今天雨太大了。够了，够了。有点冷啊。我不冷啊，我这个是。加绒的。嗯。我这个是。杨总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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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自己去加油哦。师傅，师傅真的要走。来，上车，上车。Hello， 干什么？等会在干嘛？玩游戏。今天不是彩排吗？对啊，前面的人还没彩完。就现在外面有很多粉丝在排，你有啥想跟他们说的吗？注意安全，因为天气特别冷，然后还有点下雨，就还是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吧，身体第一，身体最重要，记得戴好口罩，勤洗手。杨总怎么出来了？我们去巡逻一下。谁在彩排啊？ Hel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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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女，我是美女。啊，来。我是闪电，棉被超人，棉被超人，棉被超人，哈喽，哈哈哈哈，Hello， 你们谁啊？啊，好了好了，别，我看到你们了，看到你们了。我在这儿。你们带伞了吗？带了。好。我不知道啊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听完就赶紧走啊！好，不要淋雨，不要那个吹风。你也不要，你保护好身体。我啊，你看我这大棉袄。看什么？看什么？好啦，注意安全啊！你这样挺好的。你不要太给力了。您这样挺好的。别被吓我去。哎呀，徒弟。
小心。